小梅，这次你觉得自己考的怎么样？很差。老师力挺你当语文课代表，就是看中你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。作文也写得很棒。可是这次，何老师，对不起，让您失望了。你最近上课总是走神，我发现好几次了。 是有什么心理事吗？一次随堂考，也没什么。别哭了啊，老师相信你。 但咱们班林月熙同学，还是拿到了128分，超好的成绩。115分以上的同学有：陈菲菲同学。 通知一件重要事情。听说宋老师昨天相亲又失败了，已经第33次了。<笑>对对对，看，看他即将地中海，怕他影响下一代。宋老师就是这样。那几位同学，妄议老师也就罢了，还非要残忍到让你们的亲老师听见。 无异于窗口让撒盐。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，孙老师一定能找到对象。好了好了，一年一度的校园十佳歌手大赛开始报名了。本人天生五音不全，歌唱类项目与我无缘。咱班有没有参加的？ 月熙，上吗？必须啊，上。老师，有。好，独唱吗？双人。别搞突然袭击啊，唐宋，我上不了的。那搭档是？ 林月熙。
你要的面子我给你了。放心，我不亏。那我就等等好消息了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小妹，我去买饭，寝室门给你留着呢。哎，给我带三个丝包子，一杯豆浆。哎，有闺蜜还要什么男人啊？阿姨，三个素包子，一杯豆浆。谢谢。失而复得，辛苦你了。还不是你扔的。那是我错了。那他呢？他只不过昙花一现，与你才是。去他妈的！你是鸡巴！小妹，我在食堂看见双神了。双神特指唐纵和林月溪。现在群里又有一个新口号。绝代双神，羡煞旁人。你不用逞强，真的。我没事儿。我看见林月溪给唐送了一个手链。
很抱歉。唐宋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月夕，课业繁重，还是别说了。你懂我的心意吧？我何德何能？你是那么人见人爱的女生。九岁那年，你第一次来我家，我就对你念念不忘。转到你学校之后，对不起，七年了，我看着你越来越优秀，还考了全市第一。运气吧。来到文殊之后，越来越多女生中意，我怕一不留神你就……不会的，咱俩都认识这么久了。心意我领了，谢谢你。还是那句话，学业为重。嗯，那你收好，咱们来日方长。丑爆了，扔了吧。